生蜡笔。这款蜡笔呢，它总共呢就有24种颜色，给你们看一下它的颜色，给你们近看， okay, 非常的温和，它的颜色看到吗？ Okay, 那么呢，这款蜡笔最大的特性就是它完全是不脏手的，看，任我怎样的摩擦，我的手都不会沾到这个蜡笔的颜色。如果是传统的蜡笔的话呢，我们给小朋友用，整天就会沾到那个手呢，就是脏兮兮的。OK, 那么它第二个特性呢，就是它是安全没有气味的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涂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。就是不容易断，而且很耐用。来，我们示范一下，它从这里掉下去，看到吗？它是完全还是完整无缺的。